林原始新技能时间名字一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剑心。今天要玩的游戏是 PS 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那我们就途中继续开始吧。上一次玩到这个月木遗书的危机。上集，那这一次播的是下集。第五章，杭州桥。那我们就继续前进吧。这个黄龙加入，听说有一个藏人会一种武功，叫什么大手印，不但有毒，还会吸人内功，可怕啊！为什么算命的会知道这个消息？应该是别的百姓散布出来的。西满楼，哎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刘家村那里虽然没人住，但有时却有人听到鸡叫。那证明就是说有人在那边养鸡了。难道是高人吗？靖哥哥，这里还可以，我们在周围找找看。看看有什么机关。哦，看哪里有机关哦。哎，这右边一棵树。靖哥哥，我看这两棵树里面有机关。蓉儿，你真聪明，这里果然有机关，我们同时按下试试看。哦，所以是两棵树才对吧？但是要同时按它才会开。好。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一起按下去。哇，古人真的很聪明耶，那个都知道要怎么隐藏机关的。一，这是密室嘛。二，二，三，三。地震了，地震了。刚开了，石门通，这些强盗别阻碍我。狂风绝技，就这招我了解你们。看来显然很弱。你这混蛋！我阿嚏！阿嚏！流星剑。说到阿嚏，这个季节最容易。像剑心也是很容易打喷嚏的啦。峨眉钢剑，念念套。念念小龙十八掌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
哇，龙儿非常大。江东十八掌。了解你们，龙儿状态还好，想他必定会用内功，就用这个逍遥游。你这混蛋，走！因为龙儿最近都因为事件的关系，常常消失不见，所以就很少练他。趁这个机会练练黄龙吧。哎呀，活到不耐烦了。龙儿，龙儿，金步提篮。我已经在睡不掉。你天狗没动症，你功夫啊，刚才他是用进步提篮的外功，那应该是内功。救命啊！哎呀，跑走了！哦，王龙升的，可见他太久没升。哦，赶快补血。进入山洞，那有个一个像柱子亮晶晶的，闪一闪一闪。书盒，书盒，五木遗书应该就在这里面。的确，就在里面呢。怎么会没有东西呢？莫非完颜红烈弄错了？对啊，没有。真奇怪。有书盒却没有书。靖哥哥，我们且把书盒带走，说不定书盒里面藏有线索呢。应该是哦，因为古人怕人家偷走的，所以里面放了一个空书盒。你要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小子，我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告诉你，关羽龙棺。这么巧，就会在这里见到各位。我们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等等，姑娘，让你们走也行，先让贫僧看过那书盒之后，即刻让两位离开。这像这个阁下们说，这个模拟器呢，虽然是可以执行的很顺，但是有些游戏，像是《射雕英雄传》啊。看那个人物的名字我都不见了，那个应该就是他的 bug。我就觉得说，建议大家用别的模拟器试试看。其实现在模拟器 PS 的系列都可以执行的很成功。你给我走得远远！凭什么叫我走远？走远的应该是你们。大宗师的架子，王姑娘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，也让我不好向你爹爹交代。完颜红烈，你这畜生！十八年前你杀了我父亲，今天我要把复仇一起报了。不说也奇怪，只有男主角就出现名字了。十八年前，王爷，
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小子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，今天不但要你交出五木遗书来，还要让你知道知道我蛤蟆功的厉害。蛤蟆功好，倒是要领教一下蛤蟆功是什么滋味。靖哥哥，你可别跟那个老毒木硬拼啊。小子接招。蛤蟆功强哎，连郭靖的对手根本就不是他的那个大力金刚。哦，一次100多，不用玩了吧？混蛋！这场必败，所以不用紧张。他不用蛤蟆功就把我解决掉。可恶，你这个胖子！这什么怪异发型啊？靖哥哥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小子可是活不成了。大功告成，大伙退！可恶！靖哥哥，你别吓蓉儿啊！你醒醒啊！谁？谁？这不是静儿跟蓉儿吗？我刚才听到这里有打斗的声音，就赶过来了。原来是靖哥哥的师傅。静儿怎么了？欧阳锋跟他打了起来，靖哥哥被他打了一掌。蛤蟆功，书盒被他们抢走了，是不是？你别担心，他们找不到书的。靖儿的伤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我看不只是中了犀牛的蛤蟆功啊，还被点了穴。这点穴法又极特别啊，这如何是好？是师傅吗？您老人家怎么会在这儿？弟子让你担心了。这是透骨打穴法，爹一下子就能解开的。可是爹远在桃花岛。哦，好狠毒啊！一下子就使出狠刀。怎么救呢？我也只能用爹教我的兰花拂穴手来维持一下子。但是完全解开，非爹不可。这蛤蟆功中的不是很深，九阴真经上记着有疗伤的法门。应该可以救得了，可靖哥哥，你说真经里有疗伤的法门是真的吗？那要怎么做？你快点跟我们说啊！必须要一个人跟我两人各出一掌相抵，用对方的功力助我疗伤。可难就难在必须在7日7夜之内，两人的手掌不可有片刻离开，我们必须气息相通。绝不可跟第三个人说话，更不可起立行走半步。若是有人来打搅，那可就……蓉儿，你可有办法？可能就恭敬废变成废人，甚至还有性命担忧危险。按真经里的疗伤法门去做，蛤蟆功的伤能治好，但透骨打穴法还得尽早解开。对啊，否则7天以上还没有解开，他的七经八脉将开始受损，武功可能会被此失去。这么可怕？那这么着吧，我去桃花岛找蓉儿他爹，蓉儿在这儿帮静儿疗伤，我们尽快在7天之内赶回来。正好牛家村的酒店里有密室可以藏身，我们就在那里等您回来。轻功飞走了。靖哥哥，我们开始练吧。在这养伤是再好都没有了，一定不会有人来的。好，我们就开始练吧。我点
点了七天之后，靖哥哥，我真是没用，不能解开这该死的透骨打穴法，让你这么难受。这该死欧阳锋。蓉儿不哭，我不是没事吗？对啊，蓉儿别哭了。可是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的武功将一点点的失去。总会有办法的。对啊。但是都已经过了七天了，为什么爹还没有来？是不是他们找不到这里啊？我到外面去看看。蓉儿，你要小心一点。靖哥哥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靖哥哥，等我。万一靖哥哥的武功真的没了，我一定要替他杀了完颜洪烈跟欧阳锋。剩这黄龙一个人了，随时要注意他的体力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到黄州城外去找线索。操作的是黄龙，还好一个人而已。试试看轻功。排队，为了靖哥哥，靖哥用阴神剑掌。再来一次，应该不会是实用吧？别想跑！还是落英神剑这么厉害？最经典的游戏有两种游戏，就是射雕包含 PC 版的这个神雕侠侣，还有新神雕侠侣。新神雕侠侣倒是没有玩过。他们就在这不是吧，另外一个有那去找来哪里线索啊？西马龙到时问了就知道。这个人还是坐在这里等小翠来，就要那个主动去找比较快。借了之后，他那个会随着剧情遇到小翠，这一问过。就是那个视频小兄弟，我没时间听你在讲，现在是要找怎么救靖哥哥的方法了。他们拿着，他们在这里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，那把剑真的很大，让我不禁想起有一部电影
是林正英，林正英那个演的僵尸先生吧。记得他有演过僵尸系列，然后有一个人拿一把大剑，想当初看那个电影真的是很经典。开赌场也不用去了，没什么。啊，对了，是不是在码头这边？哎，怎么没想到他就说到要找那个附近的师傅，应该是要等码头。船家在吗？我有点事想跟你打听一下。绕了一大圈，没人啊。画面怎么安静？姑娘，你坐下。啊？谁？是高人吗？谁？姑娘，你别急呀、啊，我没有恶意。你为什么躲在暗处啊？是否有人到过桃花岛吗？对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哇，这么厉害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是否有人到过桃花岛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有个人，我再不救呢，他的武功就废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，刚好我知道救他的方法。那你快点教我，让我去救他。哎，不用这么着急，你把我说的东西记清楚，就快去救人吧。听他这么说，似乎真的有可能救青哥哥。爹跟七怪师傅还不回来，我只有先试试再说了。对啊，先试试。手心向天，手心向天，脚踏实地，脚踏实地，气凝丹田。气凝丹田，五指成锥，五指成锥。发光。好。多谢您的救命大恩，我救了靖哥哥之后，一定跟他一起来多谢您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只是一时兴起，你就把我给忘了吧。体真子，黄龙的内功增加50了，疗伤奇功，防御力强。属性内功增加效果是同伴的内力。哇，提真子碎哟、哦！那就赶快回去吧。金哥哥，你等我，马上救你了。哎呀呀，你不要挡我，这些强盗！好呀，好的厉害。想跑，等等。
继续使用。逍遥游。这是不亲你的套路。你这混蛋！你这混蛋，好厉害！落英神剑掌。你给我滚！哎，黄龙升级果然非同小可。哎，等等，看一下。哦，好，消耗力也不是很多。终于到了牛家村的星际留下。对了，如果有玩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大家们，有问我说存档点在哪里？只要看到这个存档点呢，在这里的话，就可以记录。一只小鸡。还在这边也算是正常。有可能是有人偷宝回来吧。到了到了。金哥哥，我有救你的办法了。师傅呢？还在。来。手心向天，脚踏实地，气凝丹田，五指成锥，静哥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古里古怪的打学法果然被你解开了。对啊，真的，太厉害了！静哥哥，你没骗我。你从哪儿学来的？我在船上遇到一个老人，是他教了我这个方法。我是在想，那个老人是必定是皇上。不过他在暗处，我没有见到他长什么样子。他一定是一个好人。绝对是好人呐、啊。你听，他是他来了。他肯定也是怕五五遗书落在金兵手里，所以暗地在保护我们。的确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五五遗书。但师父去了桃花岛之后，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啊？对哦，师父。你说七公他老人家也去了桃花岛，那应该没事的，你别瞎猜。给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傍晚了，夕阳西下。上次我还没说邱道长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牛家村呢。对对对对，不过这牛家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在赵王府。赵王府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杨叔母住的草屋和这儿的布置一模一样。哦，听邱道长说，这牛家村就是你的故乡。我的故乡？对，你的故乡牛家村呢、
爹，爹，你的儿子回来了，你能听到我在跟您说话吗？爹，爹，我一定会替您报仇的。我一定会报仇的。好的，蓉儿，我要去找完颜洪烈报我杀父之仇。靖哥哥，蓉儿，你怎么了？报了父仇之后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我想接母亲回中原来住。可是，只要有金兵在，你就算接了伯母回来，也不一定有安宁的日子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金兵赶出中原。可是单靠我们一两个人的力量怎么够呢？是要靠中原的这个高手来帮忙。如果能把江湖人士都聚集在一起的话。可是靖哥哥，自从上次华山论剑及中神通王真人死了之后，江湖上就如同一盘散沙。先不要管这些了，总之要先找到武穆遗书。你说是不是靖哥哥？你说的对，赶紧回城里再找找看。蓉儿，蓉儿怎么切换这个郭靖？靖哥哥，你瞧，那不是什么骗人的铁掌水上漂吗？我们去做弄做弄他。对啊，拉塞的铁掌水上漂。他不是和杨康他们一起去宜清找梅超风了吗？对啊。你们不就是以前见过的那个姑娘跟那个臭小子吗？虽然已经问不清楚哪个是真的。以前在归云庄一别，没想到又在这儿见到了你们。怎么？别来无恙啊，不是说要到铁掌山来，怎么不来了？怕了爷爷我了？就说一声，我也不会太为难你。我没空啊，我现在目前有一些事情要忙。我们不知道铁掌山在哪，怎么去啊？对啊，你家在哪？小姑娘，你连铁掌山都不知道？铁掌山山形如纸，远近之名，你们真的没见过世面。其实我们懒得知道。喂，我问你，杨康在哪里啊？杨康是谁？又装傻，看来真是不打不招啊！看招！又在装傻。让你见识我的狂风绝技！你别想逃！再来一次！你这混蛋！他顶多就是会用外功而已啦。狂风绝技！现在本尊是不会只有这个外功功夫而已。你给我滚！啊，现在已经被挨打撞到了，准备拉肚子吧。哦，要拉肚子！别想逃！回你的茅厕去吧。
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别再打了，我有话说。牛屁快放！还想要我听你胡说？少做梦了。靖哥哥，你也打他。对啊。这个人只长了嘴巴，没点真功夫。是啊。哎，两个娃娃，且听你爷说嘛。这两天你爷我贪吃贪喝，吃坏了肚子，我可又要出宫去了。哎呀呀，对来对来，去去去！你这个骗人的老儿，少用这招来唬姑娘了，真是不管用的。对啊。再问你一次，杨康在哪里？你想用石盾打我？我真的不知道杨康啊，偏生你爷爷进来闹肚子，到了紧要关头了。肚子里的东西总是出来捣乱，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哎呦，去去去！靖哥哥，别问了，好臭啊！快走！臭臭臭！是鹅卵胶。现在去桃花岛吧。是也不可能那么快去桃花岛吧？听他说要去找杨康，点点点，我们就去客栈找找看吧。九楼跟客栈一起找，没有。这顶多只有找小翠而已。西安当铺已经目前关闭，暂时。我想应该在华信客栈。哎，这谁？听说那赌场到了大半夜还有灯光，总觉得里面是怪怪的。确实怪怪的，其实这怪怪的早就被我发现到了。哎，晚上。是不是在赌场后面？下一间往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去这个。哎，两个人在前面。哎，你们怎么在前面？那你们再等一下，我们进去先把门打开。确实可以啊，使用轻功。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大手印。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对啊，完颜洪烈一直跟你在一起，他人呢？小子，你们到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让你们来得了去不得。哎呦，这是玩七彩霓虹灯吗？原来这赌场是金兵开的，那就不用客气了。对呀、啊，接招！该死金兵，接招了！哇，这要怎么办才好呢？先使用这个内功，天罡北斗阵。别想逃！杀这混蛋！你别想逃！
恢复内功，去使用提针之法。下一回应该是用轻功还是外功？不对，内功才对。看你找死啊！看我这本姑娘的厉害！大手印，别想逃！啊！等等等等等！狂风绝技，降龙十八掌。轻功了，你这个混蛋！哎呀，失策，再来一次，我就不信。降龙十八掌，是呀。狂风绝技，刚好相克。最后一击给你，别想逃！嘿嘿，你的好，你的什么大手印，来盖印章，你回去念念吧。这中原武功是有绝妙独到之处啊，我的大手印掌力居然敌不过两个娃娃。我们不是娃娃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决定回西藏再行苦练，总有一天我回来找你们讨回这笔账的。我等你。那有什么问题，我们等你来就是咯。不过你得把大手印再练得强一点。哎呦，这是怎样？哎，文英狐狸在哪里啊？在烟雨楼。烟雨楼。我刚才听到打斗声，好可怕！你们都没受伤吧？没有哎。四处找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店老板的货。哦，所以当过老板就关门。原因就在这里，就是他们的货被人家干走了。地道，走，有场密室。哦，这石门必定有好东西。这里有锁。对啊，这交给我。解锁大师来了！哦，哇，这么厉害！
原来这个故事大爷没想到真的有结束大师。没想到我真的可以拿回这些东西啊，真是太好了。耶，靖哥哥，你来看这幅画，好特别啊。对啊，像不像那老骗子说的什么铁掌山？真的耶。蓉儿，这是什么诗啊？今年尘土满征衣，特特寻芳上翠微，好山好水看不足。好诗好诗。马蹄催趁月明归，这是月爷爷的诗。月爷爷的诗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不过我觉得这是首好诗。如果小兄弟喜欢的话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另外，这些银子算是谢礼。谢礼了。哦，您别这样，我们不能收这些东西。我已经就是老实人，不喜欢。靖哥哥，我看这画不像是名家手笔，应该值不了多少钱。我们就收画不收银子，你说如何？对啊，那就依蓉儿所说，我们不收银子就收这画。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办，就先告退了。老一幅水墨画。终于完成这个世界任务，把出去赌场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剑心的时光。剑心的时光到这里结束喽，下次再会，さよなら。记录一下。